快了，那是外套。那你跳啥？跳哪？继续啊！10块钱，10块钱，10块钱，10块钱。新土豆多少钱？9块。今天三块。今天土豆贵哈。嗯。两块，我两块，我视频吧啊。妈，我也来。啊，真好。这个袋自己拿，这给你们拿来袋子。这个辣椒这么贵呀、啊？7块钱。Hello， 大家好呀，我是奋斗蓉姐。哈尔滨今天早上可冷了，不知道是不是哪国下冰雹了呀？现在是7点，还是老样子，不咋卖货。但是你看这人还是不少哈。嗯，吃饭吧。这红薯粉条上次我没吃够，这做的挺好啊，这芹菜炒粉儿，嗯，哎呀带劲，这炒的有饭店的感觉了，嗯，不错。哎呦，你咋吃的？你说咋不搅一下子呢？着急嘛。啊，哎呀打仗了。这红薯粉条可好吃了，特别肉的。嗯，我喜欢，我这碗里放了点陈醋。嗯，你放不放？不放。放点陈醋更好吃。嗯，好吃。怎么样？味道？好吃，好吃。今这两天搬家有点忙的，做一个菜吧。嗯。这粉条更好吃哈。嗯。嗯。今天还有点冷呢，早上。嗯。哎妈。这会儿月底了，嗯，今天都20几了，对，咱就搬家了，嗯，6月份了，这一晃半年过去了，嗯，这一年年的也不知咋这么快，我看收入没见长，一天一天的这么重复着过，嗯，也没啥变化，行了，能把这些费用能攒下一点。谈不上有多快乐，谈不上多不幸福，就这样像水似的一天天。嗯，一年一年的一晃就老了。嗯，你还想我跟你搞对象的时候，我二姐家孩子，大姐家孩子还都是小孩呢，6岁。现在他们家孩子都7、8岁的。嗯。哎呀，今年二龙都快40了吧？那好吗？我跟你认识，二龙才6、7岁。嗯，老淘气了。是。时间过得是真快，真快。不看混，咱俩估计咋这么穷呢？嗯。不富裕哈。一个月都这么推着货呢，穷富能打。跟他爸。嗯。一个估计，你说现在的人都这样。是吧？想放松都不舍得。你喝水吗？今天着急忘吃豆浆了。嗯。那有水你喝吗？嗯，有，我不喝。我喝了。咱俩吃完就得搬一趟。嗯。搬一趟完之后，最后的用的货拉拉把那洗衣机拉走。嗯。全国全挣扎了，没时间把我。今天早上吃包子，你还馋成饺，这不是都带馅的吗？他那包子可没有我包子蒸饺好。那不都是馅吗？嗯，挺馅儿嫩。嗯。现在这芹菜也可嫩了。
要是每年能去掉这些费用，能攒五万块钱多好啊。有点难，七年就能攒五十万。嗯，现在经济说的越来越不好，不能养老了。这玩意儿，反正钱是肯定是，你感觉没有前两年好挣，但是我感觉还是能挣着钱的还挣钱。对，还是咱能力不行。嗯，能力不行就得挣点辛苦钱。嗯，对吧？嗯，那我不吃了，不吃了，吃了一个大饼。不吃啊，粉肠都让我吃了，你不敢吃、啊、我也没少吃、啊、那粉肠没了，芹菜剩下了。嗯，这吃完咱走吧。嗯，芹菜光盘了，粉肠光盘，芹菜都没剩，吃太多了。你这玩意真好，多方便哈。嗯。